Hello， 大家周末早上好。今天佳美在这里附近刚刚秀一个房子，然后呢，我就看到有一个新的 listing 出来，在 Edison 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房子，是一个六个房间、三个洗手间，2008年建造的这样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， 开价是72万5，我们进去看看。那个2008年造的，在 Edison 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房子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好嘞。好，进来这里有一个小的客厅。厨房哦，那个还不是小的客厅哎，那个是一个，应该是一个饭厅。好，厨房很好 ，granite countertop， 很棒，房子很光亮，这个应该就是一个饭厅。好，我们在下面看看，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公寓哦。Close the porch。对，然后这里是有一个第一个小卧房或者是 office， laundry area， 然后这里有一个是厨房，没错，二楼它有也有好几个房间，这就是它第一个卧房，厨房，然后上面有两个房，一个，我们再看看，这是卧房，这里很高。第三个卧房还行 ，very nice。好，看看二楼的 master bedroom。嗯哼 ，king size bed no problem。有一个，我们看完这边的卧房以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高挑的一个卧房。另外一个卧房，很光亮，房间。现在是早上11点钟，房间很光亮。这是一个东南朝向的房子哈，前面是东南朝向，然后这一个房子靠近 Edison 火车站，不会超过5分钟，走路的话应该也是几分钟就可以到了。